今天要跟大家推荐一个优良的食材山药。山药含有天然的荷尔蒙，可提升男性精子与女性卵泡的品质。对于荷尔蒙不足造成的不孕症，或是女性的月经周期不规则，都有很好的功效。我们更年期之后呢，不论男性女性，都会有因为荷尔蒙缺乏产生的腰膝酸软、燥热或是频尿的问题，都可以食用山药获得改善。夏天我们可以食用山药水果优格，冬天则可以做成山药鸡汤、山药排骨汤。山药还可以减缓老化、滋润皮肤，是很好的食物，也是中药材。每日的用量大约一个拳头大为佳，不宜过量才能发挥最好的吸收效果哦。